想多啲人喺香港由零開始咁樣做 street art 啊，係啊，ST 即係 street art 就係 art，係由零開始做 street art。大家好，我係 Dom，我係 Platform Zero 嘅創辦人。咁嗰陣時香港係冇人做 street art 嘅，有人做 graffiti，但係冇人做 street art 嘅。咁嗰陣時係細個，好似中三嘅年代，見到外國有個 artist 去 Times Square 斜對面黐咗張 poster， 係 Obey Giant， 係 Shepard Fairey 喺嗰度黐咗張 poster， 咁就發覺哇好神奇啊嗰件事，咁又唔係啲廣告，又唔係啲宗教嘢，哦原來有樣嘢就叫街頭藝術啦，咁然後就諗咯，諗有啲咩可以玩啦喺香港，咁之後就諗咯。諗嗰句 slogan 出嚟就係叫 Something Zero， 就係諗住有啲勉勵性嘅嘢，即係你同條女分咗手，可以由零開始啊。咁就有一次係做咗個 detour 嘅展覽，嗰期展覽再前兩年咯，好十年前係啊。咁就砌咗間木屋啊，砌咗張凳啊，砌咗四張 chair 啊。就開始有人問我哋可唔可以賣啊，可唔可以教我哋砌啊咁樣。嗰批我哋間屋嗰啲 furniture 咧，全部就印曬我哋啲 sales screen。咁就嗰一刻就好多人問，咁就開始咗啊，原來將街頭藝術嘅嘢或者我哋嘅嘢變咗喺有啲木頭身上，再變為一件佢哋入得屋嘅嘢。他哋就會有興趣買咯。我的要求是快，做得快，因為香港是一個很急的一個城市，可能個客租了間鋪就開始要交租，你不快幫他做就他就要白白又交多一個月，可能十零萬一個租金，所以反而做一個月完成他就慳翻嗰啲錢咁樣。咁而我哋最犀利嘅嘢就係我哋所有 material 啊嗰啲已經預備好曬啦，可能有上樓下就可以拎到即刻上嚟用啊，所有工具啊，所有啲五金嘅配件啊都預備好曬。我哋以前Cockenflip 有一次係打風前夕，我哋要 set up 一間木屋，咁。得三個人嘅，我記得咁但係冇啊，咪打住風要砌間木屋，然後嗌嗰個叉燒飯嚟，係凍㗎啦。